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不能直视，一是太阳，二是人心。二，只要你不放手，我就可以爱你很久很久。真正难过的时候是说不出话来的，不是想和别人说自己的悲观那么多，只是想静静地坐在阴影下，不说一句话，睁大眼睛，可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四，有时候我们总害怕失去，所以拼命去挽留身边的一些人或事。五，相爱容易，因为五官相处不易，因为三观。六，别让你的爱那么廉价，更别让你的爱成为别人的负担。七，如果觉得我对你越来越冷淡了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，只是觉得你有更好的人陪伴。八，能不能什么都别说，坐着陪我吹吹风。九，烛烛桃花，三星繁华，却似人间只有一个你。十，总有一句话写的是你的人生，愿情话有主，你我不孤独。十一，愿有人陪你阅尽繁华，归来仍是占星少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